很希望有一个人呢，帮我手，帮熟的话呢，我让给他做。但是这个希望很少，很渺茫。根本就没有人，就我们这样，以我来讲的话，就我们这样现在来讲啊，我属于很，属于年轻的了。其实我已经七十几岁，比我年轻更年轻的没有，比我更高的更也不会再住了。啊，我希望啊，年轻人能够多把眼光放远一点，进这一行。现在花多一点时间，将来老的时候受益无穷啊！什么东西我一世为憾呢、啊？将来没有人做了，你价钱是高一点，一定有人来了，这个市场一定有这个顾客。1958年，从上海那边来香港，因为当时我外婆呢，就是我跟我外婆在上海住啊，就婆孙两个呢，就是一个老了，一个年纪很小，10来岁。他怕我，他将来他我没有人照顾，所以把我带到香港来交还给我父母他们。哦，1966年，足足52年，我从业是到现在刚好60年。这个老店初次开的时候，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创办以后呢，我就自己出去开发廊，我父母他们就守着这帮老店。然后那个发廊结束以后的话，我就回来这里来继续这样做。我们香港理发店呢，它就是跟一般理发店不同的，人家理发店呢，或者发廊，他们顾客进来的话，他没有我们这样顾客的照顾的非常好，真正是宾至如归的这样，我们很尊重顾客，服务精神很好。这个年龄顾客的年龄呢，以前呢就是老的顾客多一点，年纪大一点，最近这两年比较年纪轻的顾客很多。也占了一半以上，而且呢，我们做的是，不但头发做得好了，发型那个梳得漂亮了，而且我们还帮修面、剃胡子，他们最喜欢、最高享受。技术新技术，啊，新技术，你这个胡子人家多，要把人家给擦掉这个技术衣啊，要用热毛巾把它，要把它胡举一举，烫一烫，烫一烫的话，它这个它毛管松动软了，你就要去。现在人家不会痛的话，还有修面的话都不能种，要修得干净，而且现在年轻人很奇怪，还重于修眉毛，人家修眉毛很神奇的嘛，所以每个年轻人都很喜欢。理发其实说这个易学难精啊，我讲是这样讲的很容易，但是做的时候一般做的话他们每个人的技术不同啦、手艺不同啦，就很难讲。现在像我们这个规模的这个店规模的，我想也不出2、3家，不会超出2、3家。而且像我这样的店的话，我在这里啊，这个面积这种这样子，甚至没有了。那因为这个顾客少了，那师傅也难请啊。你要地方大也没有用啊，而且香港地方这个铺面租很贵的。我做这一行几十年，我很爱这一行，我很舍不得了。我家人呢、啊，我怎么都是不希望我再继续再辛苦啊，劳累啊。尤其现在这个伙计很少，什么事情做杂工都得自己做。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样做的话，他们心里很疼的，不想做。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原因就是不做在家里更难过，是这样的。你继承人的话就是，我也想有继承人，但是他们没有人愿意进这一行。我很爱这一行，我觉得我做这一行很开心。我的熟客呀，跟年轻人也好，大家很谈话。谈得很有兴趣，谈得来，聊聊天，啊，看一下跟着帮着剪理发，做的发型啊，做得很漂亮，大家都开心，顾客开心，我们更开心。我想想，我都不敢再想，因为不忍心再想下去。我想着很多顾客跟我相处得这么好，好像亲戚朋友，我们亲戚朋友没有这么好的。你讲给人家听都不相信了、啊。
我的顾客带来每个人老的好小的好，大家来的开开心心，而且问候问候啊，经常这样的好开心的，做得很开心，连自做个亲戚朋友，我也没有这样这么多时间跟你聊天，跟你啊跟你接触的这样，所以我很舍不得的。所以我想说，要想到退休的时候，我心里头就是都舍不得了，就是有一天真的要退休，真的对于我无奈无声，怎么样经营无奈的，就是没有人帮助，我一个人独立难支。